帮我们说明一下这里面这个表格里面的一些啊，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。好，我们先廖执行长。呃，这个表格啊，是我跟若彤也花了很多时间整理出来。那这个这个表格的最重要的这个，我们要想说什么，就是我们是从薛画园的纸本的书哦，就刚,刚那个八卦是出纸本的，结果呢，他在纸本里面。 他自己说已经查出来有名有姓的二八死难者的名单，他不印在纸本里面，他用附表的方式，而且这个附表还放在电子档、哎，对，书里面没有，哎，对，要书里电子档才。所以我我们第一个，我这个也要感谢若彤了，他很认真的先到电子档里面去检索。<laughs> 我们一般的人哈、喔，一般的人正常想说，你是基金会，二八基金会是国家单位，薛化员基本上，我想。 圈内人都知道他，他在研究二八，算是不是第一名也前三名的学者，我们都会相信他。是，所以他没有印在书里面，没有人会说会认为有问题。结果若彤先到电子档里面逐一去检查，发现一些问题以后，他告诉我以后，那我在这个狗尾狗尾续貂，我再进去看，那因为我在这个二2八这块领域啊，因缘机会。 在朝在野摸索了快三十年，三十年，所以我相对一般人来讲，我是有熟悉度。是，所以我看了有好几位，一看我觉得，我印象中他他没有死掉啊，<laughs> <對 S 1> 怎么会死呢、啊？是，我还想说是不是我记错了？那结果我们就我就很去对二二八基金会自己的档案啊，在对档案管理局已经数位化的档案。其实现在大家要查证这个东西，我想说只要。 对，要有一定程度，是是高中程度。高中，我讲，<對>如果以我们现在数位化的普及化哦，我看有的幼稚园，他会会打国字，<laughs> <的>他都看得懂了，是,是是，是,是因为档案管理局已经把这几十年来收集的档案全部数位化，嗯、而且整理的非常的，我不敢说一百分了、啊，<是>至少八九十分的完整。是，所以我把我眼睛看到的宣化园的纸本不印的，藏在电子档里面。 所显示出来的一些长辈，里面有几个还是我认识的，就是他们的后代，我没有来往过的。我一看这个，这个明明明明是没有死亡，是以逃亡啊或者羁押来领钱来申请赔偿，怎么会死掉？我一共到目前为止一共查出七个，七个就是第五项，四死其实未死之人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。 这些长辈，这七位长辈，在二二八的时候，国民党没有把他们杀死。是，结果在七十年以后，<laughs> 由这个要查真相的二八基金会的董事长，<是>把他们在他的在他的报告里面把他杀掉了，写死了。对,对，所以一共有七个人。是，那这这个情形哦，说真的，我很心中是很难过。是是，哎，我在我，因为我您。 写出来说候，哎，我我我也发现了，就是里面像里面有一个黄晓玲，是因为这个事其实是我在我的书，对，在我的第二本书《大助来》的二八里面，我提到的一个人，因为他最后我记得应该是判两年六个月，最后就上诉到最高法院又又又发回嘛，然后最后两年六个月，对，所以他。 呃，应该不能算是死难死难的这个受难者，<是>对，受死难者了。是，结果他把他列在这个<是>这个死难的人数里面<是>、哦，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。那这边我也提提供一个这个讯息啊，就是我们呃如果有看我上个礼拜的节目的哈，其、就、实、是、我有讲到这个人哈，就是说呃在二二八事件的台南市，好，后来有一批人他去这个呃要把要把。要把 就是就是去看守所把那个监狱的人犯给放出来，好、哦，那这个人其实就是当时侦我们就是侦办的对象，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个黄小丽。当然，他后来最最后是只有判两年，也不要说只有了哈，就是说他判了两年六个月，他<是>无论如何绝对不会是死掉的。是是但他现在列在死难人数里面，是,是,是。那还有其他的部分,分，那另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看起来让我觉得。 我觉得匪夷所思是是，宣化远董事长他非常清楚，他摸二八也摸了时间很几十年。他我记得是哦，他在我当秘书的时候，李登辉时代他就当过董事，对对对，是我当执行长的时候还请他来，那时候后来在接受受理赔偿，是，他还是我们五个专案小组里面的大员，就是基本上他是算 anchor，就是算主。 他，结果他讲了，讲了算了，对对，我用主导是比较不礼貌，就是说，因为他经验丰富嘛，所以我们都要尊重他。对对对,對，所以他非常清楚，就是现在二八基金会所称的二八受难人，是指遭国家公权力侵害的。对，如果是当时是被暴民杀害的、伤害的。 二八基金会不赔，就不管这个是外省人也好，我是台湾，人不管对，只要是被报名伤害，对都二八基金会不赔。他说说，因为条例讲死的，是国家公权力，所以宣焕员还称，为了这个事情，在中书仪式还特别做一番澄清啊，就是说，呃，这个二八基金会就是赔国家公权力的，是那国家公权力。 受国家公权侵害，不管本省人、外省人都赔。那反之不受国家公权侵害就没有赔。结果我们去查了一下，这个像第八、第八有萧<蕭>肖、嗯、明山、张方基，这个档案很清楚，是他是违反军纪，軍<技>他是被陈仪、嗯、政府还是被彭孟熙政府？呃，不是这个这个是在台北，啊、台北，这是在台北的，他是被。 乘以当时的政府以违反就去枪决的，是，他也把它算进二八死难,、啊、死難哦，<對>然后呢，有好几个档案记载很明确，哦，是报名杀害的，是。尤其有个外省孕妇，哦，我们看来也是蛮难过的。<是>外省孕妇是档案名字却记载报名杀害，他也把它算进去。是是是。是是是是是是这样的人数就整个来讲，一千多人里面，它比例不算高。算高。是但是我我觉得说。 做以一个基金会的董事长，是写，这是国家的报告，竟然你违背一个大原则，还等于说不避讳的，敢把它写进去。是，我觉得这个心态哦，我说真的，我们薛董事长，我算来跟他算认识几十年了、喔，我是蛮难过的。对，尤其我最难过的是什么？ 那这个这一篇，就他这个报告，其实最早是你发掘出来，你觉得有问题。是我我说老师，那时候我也偷懒，我想说看到这个报告，想说他应该不会错吧？嗯、哦，就所以我也没有仔细，真的我承认我没有仔细去读，是、嗯、也是若彤你提醒我，嗯、那我才慢慢，你花我慢慢去追踪，慢慢去读。果我们在今年今年的二月、四<是>月、五月 不断的把这个问题抛出来，是，我们也把这个、这个、这个报告，就我们他的报告，我们给他出一个检讨报告，是，我们还给联合报去发表，對,对对对。那到现在九月了，哦、快九月了，是，他就是不理不睬，嗯，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大家哈，这是台湾社会共识的，甚至华人圈的共识說，说二二八事件是。 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、很不幸的历史伤痛。<是>那国家负你责任去查真相，你你结果这样子来糊弄社会各界，然后你事后的态度，宣然<是>到今天他身影不见了。嗯、我我是对。 其实我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表格的看法。<是>当然，这个表格是根据这个执行长给我的资料，然后我把它整理出来的哈。然后最前面的就是两项哈，就是以私人技术混充官方哈，还有这个采用未查核资料，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内容啊，它占比就占了九成哈，就是有问题的数字占了九成。那这个礼拜我们帮各位就是继续讲它的更更细节的部分，剩下百分之十。 那里面有第三项，比如说像它里面有采用外国的官方资料，然后第四个是第四，比如说像是同一死难事实，它重复计算的部分。重复计算，对。那第五项是刚刚执行长讲到的，好<對>、哦，就是他把他把没有明明没有死的，诶、欸，他把他试死了。对、哦。这个这个是一个。然后第六个是同一死难者重复计算的问题。 好，然后还有一个，我觉得个人，我个人觉得非常扯的哦，就是他连二二八之前死的都把它算进去了。对对对，就是像那个一九四七年一月份，哈、哦，台电员工秦明死亡保险金的这个资料，<是>他也把它算进去。好，那当然这个数字不多啊、哦，但是就是不应该犯的。态度上不能，所不能犯犯这个错误。<是>好，那我自己也也跟各位分享一个，就是我我的这个发现哈、哦，就是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深入去讲，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呃。 稍微对档案稍加研读即可判定，多半为报名杀害之外省人这个部分。那我们在这个之前，我们先进入到下一个，就是说，刚刚我们讲的是整体的状况，那可能观众没有办法很清楚的了解到，呃，清楚的了解到说，呃，具体大概是怎么样。所以我们就，当然我们时间关系，我们只能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就举，我觉得最扯的就是台北市的例子。好，在台北市的例子呢，哈，就是在呃。 这一篇报告里面，他的他声称是台北市，他他统计出来的哈，就是这些东西统计出来，大致上是呃，我记得最高估计是六千人左右啦，大概五千五千八吧，还有多四千 4, 多到六千多嘛，还是这样，對對對就是它有一个范围这样。對對對